20年一直在做这个事儿，从这个非遗保护到传统村落的保护，太多了。因为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把国家的非物质文化遗产，就是民间文化，各个方面的民间的文学、民俗、民间的戏剧、音乐、美术。这两年我在大学一直搞这个非遗学学科的建立，那么没有钱怎么办？我也不能做买卖，我也没有房子可卖，所以我只能卖画。心疼吧？不，当然不心疼。你这个你就跟你给自己你心爱的人，哪怕就是说你给你爱的人，你爱给你的孩子，给你的父母，要花钱你会心疼吗？是吧？你爱的，你给你爱的东西花钱，不会心疼的。